要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有点难抉择，这只是母鸟啊。我觉得像看起来很大只啊，可是巢穴这只也不小。现在两只都在家，对，是这只是母鸟，它脸庞的话比较没有那么清楚，体型比较大。这是颜色比较深啊，这只是公鸟没错。太阳要下山了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被挡住了。想飞了，可是他看到人家有些大炮走了，他去看人家到底在干嘛，有可能。